呢度咧就系台湾人气叠同马吉铺嘅主题火锅餐厅啦。落单之后咧就会有一架兔仔造型嘅火车将配料送到佢哋台面噶啦。港台好有人气嘅拉铁兔马吉兔，原来老家就喺高雄，喺人气热点盏义阔就有佢嘅火锅专门店。除咗餐具等等有兔兔嘅图案，最特别嘅当然系呢度嘅马吉兔火车，由砖兔送上火锅料。只要点选呢个海陆空套餐咧，就会有呢个兔洞造型嘅汤底。不过记住，每日只系头十位先会有噶咋。主打的海陆锅亦相当有水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款甜品、饮料。即长烧的兔形鲷鱼烧。还有大量精品。粉丝大兴奋啊！